大家好，我是百斯利，今天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池塘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宝贝，来跟我一起找宝去。这块土岸石，白色的土岸，感觉看不出什么东西，先放这。画面感一般。上面有个小图案，像一匹小马吧，还是一只小羊啊？这个图案再大一点就好了。大家觉得它像什么？一般。感觉有点像一个小人的形状。
感觉里面玉化了，奇怪，感觉有点像那个积雪石。积雪石原石，这石头没有经过河水的冲刷，它有棱角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积雪石啊？有没有石友认识的？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期待大家的留言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